我是绝对不会拿包子蘸炒肝吃的。探店荤多真假，厨子说，北京餐馆代表，北京炒肝代表，你们要的原照记，一个人28块钱。小碗炒肝19块钱啊。嗯，尝香。哎呦，太烫太烫，这镜头就别给了。哎呀妈呀！嗯，肝比较嫩，还有嚼劲，口也合适，蒜味起来了，而且蒜也闷烂了。你看这炒肝黏黏糊糊，瞧人家欠打的，不浑不浊，没诚意嘟了一块。一两猪大葱9块钱，尝一尝。又丢人了，吃包子死你是？你拍到那个紫脸上了吗？拍了。嗯。说实话，他那包子真的，真的不是，还有汁儿，皮儿薄，馅儿大。他家包子确实不错。看，咬一口，让你看包子皮儿啊。皮儿薄，馅儿大，还有汁儿，他家确实不错。我是绝对不会拿包子蘸炒肝吃的。来，你看他家炒肝这边肠什么的还比较多，这才是北京炒肝包子应有的表现。一碗炒肝，一碗包子，28，多说再来一碗包子，没超40块钱，可以可以，这个价钱可以了，值得推荐。